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x 的星星一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，谢谢。耶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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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我这儿吧，就大家都挺诚实的，就没有什么被欺骗。但是我有一个惨痛的经历，就是，去年总选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我去年总选不结束了嘛，然后大家一块上车，然后我走着走，摔个狗吃屎，是不是？就是幸亏幸亏有一个成员在前面，就是我的脸正好蹭到他的脚，不然我现在又不在这儿了。就如果他不在我前面的话，我就再见了。然后当时我还特别，就是很丢人嘛，那么多人，就也有很多前辈，然后一块儿出来，然后那乌泱全是人，然后我一出来，然后踩洞里了，然后我就摔个狗吃屎，然后我还很坚强，然后武哲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没事吧？”我说：“这有什么事呢？没事。”然后我上车就其实你不说别人不知道，然后你说完大家都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了嘛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yeah.